人们，谁懂啊？小丁在奇妙夜现场差点被周深吓死。这时候还是正常的。先右边。突然间掉了。抖音美好奇妙夜在千呼万唤之中终于要在今晚拉开大幕。据悉，数十位来自影视综歌领域的明星将会到场参加，可谓阵容强大，星光熠熠。今晚19:30，周深加盟抖音美好奇妙夜开播，节目单来了。周深有两个舞台，周深结束了12日和13日昆明奔跑吧特别季的录制后，几乎马不停蹄地出现在机场，赶飞机要去参加抖音美好奇妙夜，也因此周深将缺席15日奔跑吧特别季第四季的录制。当其他嘉宾14日休息的时候，周深参加2023抖音美好奇妙夜的彩排。这次的彩排时间有点长，关键是中间间断的时间长。周深先是彩排了两遍《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然后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几十分钟才进行了 Golden Hour 的彩排，唱了三遍，然后因为某些原因，周深又回到后台等了差不多2个小时，才又回到台上唱了两遍 Golden Hour。 You were just lovers sitting in a car listening to the bell falling for each other picking over the sky feeling supercharged shutting down the globe You're so cruel, mother. The grave of tonight, come and love and buy. I was out of love with the love of my life. She's got me in her skin, my reading, living at night. I don't need a lie.某些原因，周深几乎总是在等待，但却一直元气满满，对他人也总是客客气气的，看不到一丝的不耐烦，甚至中间还给视力障碍的女孩贴心唱了生日快乐歌，非常温柔的和她聊了一会儿天，很是贴心和温柔。生日快乐，琪琪生日快乐，祝5月1日出生的琪琪生日快乐，祝你生我到内地也是一天好好好好好加油，琪琪！工作人员和导演一直在说周深真的很好，说他是敬业的艺术家，甚至还被导演叫了周深宝宝。真是最好的周深，永远敬畏舞台，热爱自己的事业。每次伸出的反馈惊人的一致，不一样的也许是他身唱更为惊艳，人更为亲和。幕后还给视障小妹妹唱了生日歌，确实让人忍不住喊她宝宝，想珍惜她。昨晚周深彩排了两首歌，据悉 Golden Hour 将是第20个节目，应该是晚上9点左右演唱，而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是最后一个节目，大概在晚上10点左右。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是抖音2022跨年主题，摘取自抖音用户的真实评论，所以最后压大轴也是情理之中的。周深不仅因为其音乐才华和人气备受瞩目，
更因为他的专业精神、敬业态度和对音乐的热爱而备受尊重，用自己的演出点燃舞台，成为了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星。无论未来如何，我们都期待着更多周深的音乐作品和演出，因为他的音乐是一种治愈，一种魔力，一种让人陶醉的情感。周深，你的火热程度不仅仅在于表面的火爆，更在于你用心创造的音乐之火，这火焰将继续燃烧下去，照亮我们的心灵。今晚周深将再次在大型晚会上演唱英文歌曲，又将有怎样的表现，让我们一起期待。大家不要错过周深的舞台哦。等一下，今天来参加这个抖音美好奇妙夜嘛，然后也算是一个聚会，就每次来参加这种聚会的时候都会碰到圈内很多好友。今天有没有碰到谁？暂时还没有，因为刚到这边就是一些工作什么的，但是有在看到老师们之前的一些采访之类的。嗯哼，暂时还没有。那等一下如果要碰到圈内好友的话会不会自拍呀？因为每次都很热情。我不是很爱自拍耶。对，嗯哼，那会聊一聊吧。但是可能聊的话题也会有点尴尬，也会问最近的安排是什么。会瞎聊一下。嗯，那今天咱们这个主题也是美好奇妙夜嘛，如果让你想到就是你觉得比较美好的一个奇妙夜，能不能分享一下？美好的奇妙夜，说这一年遇到的最奇妙的事儿。最奇妙的事儿，最美好的事儿，就美你一个美好的夜晚，你能想到一定要在晚上吗？奇妙的事儿，奇妙的事儿，我觉得最美好的就是比如上次在音乐节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过国庆节，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唱很多歌，唱《灯火里的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晚上。我没有想过，说实话，但后面就看到，尤其在抖音上看到我的声音们跟我一起合唱的时候，我都被震惊。我说唱得这么好，是为什么呢？会不会是因为被我们影响？这么不谦虚。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们唱得很好，我很开心，而且他们也能够帮助让我的歌让更多人听到，我也是非常荣幸。那之后想要粉丝挑战什么样的歌呢？之前我们有个约定，就是《灯火里中国》中间吟唱那一段，各位老师们要不要来一站？来呀！我把最高的留给你们了。点赞关注哦。